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。这里是由特仑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上淘宝买菜，实惠又方便。淘宝买菜提醒您上期回顾。哎呀，哇哇，这地方太漂亮了，这好重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我们买木屋还种绿植、虾、鸡胸肉，要那个木屋。给我上身，跑！啊呀！我太爽了，我操！可以，走，回家补觉。太酸了吧！我还可以再睡，其实。还有人吃吗？这个东西？这个龙虾汤我热一热吧，我可以当码子，我可以。黄老师，我吃原汤的粉，都做成原汤，谁要放谁放吧，好吧？嗯，好。鹏鹏，哎，清理油菜，嗯，摘一摘，好吗？好。红仔，嗯，很好，洗的啊，赏心悦目呀。哎呀，猪油真是香。吃饭了，又吃了。快来吃饭了，宝贝。你们先吃，不然就坨了。坨了，对。哇，这一碗感觉又要命了。谢谢。太要命了，我跟你说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呀？睡了吃，吃了睡。哎呦，浑身太疼了，我怎么了？被人打了一顿，感觉一心是坐在打我了。是不是打呼噜来打我？屁股也疼，好吃吧？哭了，我其实并不饿，只是它太好吃了。啊！像都扶着走了，拖拉机启动一样。干嘛去啊？喝水。你这么艰难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我帮你倒呀。哎呀，胃里的东西刚刚消化，又满了。待会还有炸馒头片呢，巨好吃。我们的饲养员还在煎馒头片儿，巨好吃那馒头片。我闻着太过分了吧。我的天哪，哇，这是相扑运动员的早饭吧？这哪是正常人应该吃的早饭？太猛了！我真的不行了，我再靠意志力再吃东西，就觉得不吃就亏了。其实不应该再吃。来都来了，起都起了，坐都坐了，尝一尝。你掰一半，你掰一下。
来一块盆尝。我感觉我像黄老师养的一个动物，就是被控制啊，让干嘛干嘛。为什么就接过来？我接下来就要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黄老师是这么给你安排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快点快来，快快快快快，三哥，站长，不行不行，快点快快快快快快，这一口我跟你讲，但你听我讲，习大不说这发财面啊，发财这是最后的发财面了，别搞了，真的不能再搞了。啊，这桌上感觉现在有六个我妈。朋友吃不吃？给，给你吧。哇，哎，发财面都不吃。你发吧，我只有参加高考那一年是这么吃东西的。吃饱了点碳水，下饭我都活着呢。真的 ？No， 干不了活了啊。迷途，浑身太疼了。就说因为你们任何运动都不做，所以你的肌肉根本一做这动作你就会疼。有什么脑力工作在这边？有啊。那个床怎么，那个房子怎么装上是个脑力工作？这啥意思？我感觉刚那块馒头应该在这儿，我不转了。那我们现在去运输吗？还是？走吧，钓鱼去。你是要走的人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给我们留点好印象吧。一会儿给你们安排比跑圈还有意思的事儿。我们钓鱼。钓鱼。钓鱼。自己到湖上去钓。嗯。下午还有人要来吗？再发一组嘉宾吧。他们也得干点啥吧。快把这发朋友圈艾他们，谁来谁来岛上就可以吃到这个。啊。你们俩一会儿钓鱼去吗？钓。这下雨天穿个斗笠，坐在江中间，特别。孤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寒江孤影，江湖故人。你们脑子还是能转的。我早不行了。哥，我有点没吃饱，能不能咱们再去整个人烤肠吃吃？行，我带你去试吃呗。去吧，去吧，你去试吃吧。居然没吃饱。再见。他在干啥？啊？咚。哇，你这是在干嘛呀？哎。哇，你在跟着 keep 做？对啊，很方便。你先跟着 keep 做。对对对对。来，快走快走，妹妹来一起吧，哎、先跳一下。你把床给我。是不是特别容易跟上？对，而且动作也是比较简单，大家容易学会的。就是这个手机上的 APP， 燃脂派对。哇。而且我真的觉得有了 Keep APP 之后啊，大家不用出门，在家也能轻轻松松锻炼身体，做运动上 Keep 就行了。别跑啊！你好好练，好好跟着 Keep 练。你看妹妹和鹏鹏淋着雨就回来了，而且很从容的样子。哎，你们有没有下雨的概念？现在是没有啊，烤肠也泡在雨里。
吃的差不多了，小陈。你看妹妹拿着这个烤肠，你看，这你看，我说烤肠泡在鱼里，她这样，这样吃，接水，还擦一下，把头发擦一下吧。我还行吧。你怎么还行？都是湿的。那你像 H 那样甩一甩，哇，好可爱。一星是不是已经睡了？没有。对，一星去哪儿？我看。我以为你睡了。没有呢，师傅。钓鱼去吗？好嘞。这什么做音乐的一个软件是吧？对。怎么着？咱们钓个鱼。咚！闭嘴吧你！这个，别去了，在这待着吧，聊会天。总得做点什么。你会钓吗？你钓过鱼吗？钓过，钓过，钓过，海钓。咱们先冲！呀！站起来，好棒啊！走啊！雨衣给我们两件吧。走，蛋。你在干什么？缓一缓嘛！缓太久了，不行啊！走啊！真的不行啊！蛋蛋，你去钓鱼，钓鱼不用动。别搞我了！你疯了吗？缓一缓嘛！真的不行啊！去站起来更难，真的别了，别搞了。那我就要用罪恶感攻击了啊！别，走，坐下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休息一会儿。蛋总，我衣服都换好了。哎呀，啊！哎，你们这四个人连起来就叫道德绑架吧。快点儿！为啥呀？快！为什么呀？都在等你。哎呀，我真是太不得劲儿了。不是说还有午觉的吗？前面你哈哈 哈的时间哈完了午觉时间了。那是午觉时间。对。哎，你把雨衣换上吧。来，谢谢何老。这个可以包屁股，你就坐在那儿，对对对，屁股就是。来，太好了，来换吧，来。这我会换的，现在就换吧，我都给你拿好了。现在就换。我一个人都可以给你道德绑架。来。哎，我来了，何老师，我马上就到，我马上就来。你走多久？我自己穿自己。不用穿的，对，你怕冷是吧？行。谢谢何老。我肯定是做了什么坏事，我就是肯定是来赎罪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现在是在做好事呢？现在肯定是在积德呢，对，对吧？现在肯定是在做好事。对呀，昨天就是这个人说今天不用干活了。在我们看来，这真的不叫干活。钓鱼不算干活吗？钓鱼真的是休闲。钓到鱼的同时，顺便去对岸拿几棵树，那你才想死。一星哥就会说：“哎，来都来了，不如带几棵树回去。”不行，行，可不行，可不能，可不敢，可不敢。来都来了，可不敢说出这种话来。来都来了，带几棵树。
来接我下来，老妹儿。啥？你现在在哪儿？在村口。哪个村口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是秦姐，是秦姐。Xueqin，Xueqin，快跑！快跑，Xueqin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，Xueqin！哎，快跑！快跑，Xueqin！快跑！不是怎么就是个平地上还得穿救生衣呢？现在，下去，快跑，快跑，雪清，雪清，千万别去啊！唐姑娘，还来接你了，来接你，打个伞，打个伞。我现在去接你，拜拜拜拜。快跑，雪清。嗨，Hello，嗨。这里天天下雨吗？对，昨天晴天你没来，绝了。今天下雨了，来我帮你拿。不用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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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辛苦，谢谢何老师，好久不见呀。哎呀，我的，哎呀，你又漂亮了，这头发不错，头发是不是不错的？是真的不错，我感觉也是。我刚录完芒果 TV 的节目，所以我就顺道来看一下妹妹。听姐说，哦，天哪，我老难受了。我昨天跟姐姐们比脱口秀，我全场倒数第一。就是我按节目的那个规则说，我比他们平均分高，他们就待定。啊，我比他们最后一名还低好多分。咋的了呢？谁都不服吗？我不知道呢。这真是带着伤来的。朋友们，雪琴来了。Hello。嗨。嗨。黄老师。黄老师好。这是李雪琴。你好，你好。天赫赫。嗨。欢迎你。你好啊。你好啊。他们在弄鲍鱼，火是这么好呢？其实早上刚抢的。走吧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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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别催我，我太热了，我太想你了，哥。我昨天跟他们说脱口秀，我全场倒数第一。你倒数第一啊？我全场倒数第一。应该是气场的问题，但可能是我的问题。我不应该在听解说这个节目讲奥特曼。奥特曼的故事，奥特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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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我同桌他二舅？也别跟我提，别墨迹了，走吧，同志们。现在是这样的安排，雪琴同学加入钓鱼队伍。我突然就加入钓鱼队伍了，我刚到这儿啥也没放下，我就加入钓鱼队伍了。这儿都是突然开始的。哥，我现在要去钓鱼了，我的东西往哪放呢？就扔地上就行了，你就直接扔一地，你就别管了。晚上你会发现你的灵魂都找不着了。你就来向往的生活，你就体验吧，你就那都不算什么。我跟你说，你就长你就弄。我听说昨天有个名场面是啥？太多了，哪一个？太多了，奥特曼。别提，别跟我提奥特曼。别提奥特曼了，我们都不想提奥特曼。我们都不想提。我就是讲奥特曼讲的倒数第一。注意安全啊。好。OK， 出发。哎，我已经麻木了。哎呀，这怎么下去呀、啊？哎呀。在这儿就遇到困难了，在这儿就停住了，在这儿就遇到困难了。我个人感觉，他们五个小时钓不了一条鱼，是吧？好，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欢迎来到彭船长的船啊！五，哎呀，害不害怕？害怕了，害不害怕？害怕了，让你跑你不跑，哎，我赶紧跑。这咋上去啊？就这么上。那姐，要不我扶你？哎呦妈呀！对，你别管我叫姐，我叫姐。把小姐姐来了。你太客气了。走，赫赫，你坐在那个板上，对，再往前一格，对。坐下了吗？都坐下了，坐下了。走喽。这个上个就走不了的，是不是？掉吧。啊？就。你
就掉了，就开始掉了。那为啥我这儿掉啊？走，钓鱼。慢点，慢点。刚刚好，不多不少，就在江中间。来，上饵。上饵，你猜猜他们能钓到几条？一两条，撑死一两条。我觉得一条都钓不到。蛋蛋他们一走，世界都变得安静了。就这样坐着，望着那窗外。咱们就要忙一天，闲一天哈。嗯。其实这种雨在船上是非常舒服的。嗯，要不咱俩去划船去啊？人力的船是吗？对啊，妹妹可想坐船了。那她怎么不去呢？坐不下了。嗯。妹妹想去坐船是不是？我划船，你带你去玩好不好？也行，但这河道是去吗？要去，咱们三个去滑呀。对呀、啊，啊，前面得有一个，后面得有一个滑，你坐在中间，我们去游。哦，那太累了，没事。那个划船家太累了，没关系，我以后有的是时间。荒诞了，这个活动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钓不到，不会钓，我不会钓，大家都不会钓，没有人会钓啊、哦，不行，根本就钓不上来，是不是？我感觉拿网捞都比这有实现的快一点，太荒唐了，就溜了一圈，根本钓不到。哎呀，为什么我英俊的面庞？哎，跟随镜头，我们来用镜头监督蛋总。勾不上、啊，镜头，这位镜头你好，我勾不上、啊。这杆就这样的吗？
我不知道，就这么 low 吗？这样转，我都这样转着放线吗？你看人家那个，哥，你会玩这个吗？你用这个。此时此刻，我会拿你那个鱼竿了。你给我整成那样的，就这样我了。按理说，是不是应该你得把那个漂浮在上头，完你才能看见说？说不浮啊，怪我吗？我漂都沉了，它不是漂吗？它怎么不漂啊？我漂没了，我漂也没了。哎呀，完了，回去吧，失败。走吧，崩溃了。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好，你去盖房子吧。你说完我就不想走了。我觉得在那坐着淋雨也挺开心的。你种树吗？你来的，我昨天种过40棵，我不能再种了。那哪有人跟我去呀、啊，哥？走啊，蛋总。啊，别搞我了，我已经骨裂了，不行了。为了不搬树也是蛮拼的。他们俩为了逃离搬树，盖房子，坚决不上岸。坚决不上岸。我想离家出走。我想回上海。咱们跑吧。钓不钓鱼无所谓，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这个有树的地方。我带你回内蒙。咱们只要在江西一直飘着不回来，他们就不能拿我们一点办法。我带你走啊。有点控制不了这个船的意思。咱们一会儿一定回不来，想回来都回不来。我们不是主动跑的，我们回不来了。我感觉可能真的回不去。真的回不来了，不会控制方向。我打算撞到对面去。不要去对面，去对面还要搬树，只要停到江心，黄老师抓不到我就可以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好了，就停。我觉得现在是我来向往的生活最开心的时刻。身边没有黄老师，没有何老师，没有一个他们的人。啊！哎呀，舒坦。嗯，搬完家了吗？还没有。我搬完了，你现在住哪了？姐姐，你都搬完家了，我还没搬完家。从咱俩同事说找房子，你不还没找着呢？我就搬到那个你说的那个车站的对面的房子。哦，哎呀，也没啥事儿，就天天就在这儿，比较轻松愉快，就活着就很好了。我接的真好。你们也没有钓到。就这几个人儿，就整个两个杆儿，就荒诞的游戏。但是其实坐船还是挺快乐的。对，坐船挺快乐的，如果不下雨会更快乐。我特别不喜欢下雨。我特别喜欢下雨。因为我有一次啊，就是北京有一年我在上大学，北京有一年下大雨，下到就是那个水都到这儿了。完我就出去了，我就像傻子似的，不是，就是我就是好想说看看雨有多大，我就迈着这么深的水，我就出去走到我们学校有个湖边，完老多人都搁那看雨了，完了还有一个大哥就过来说你给我拍张照，就给他拍张照片。完他说小姑娘我也给你拍张照吧，我说不用不用，他说来吧来吧，他非抢我手机给我拍张照，完把我手机扔水里了。就掉水里了。哦，不是故意，不是故意，就掉水里了，吓死我！完了，我就，都拍完，完他就捡起来，他说没事儿，还能用，完他就跑了。你有淋过雨吗？淋，淋雨好快乐。我曾经有一次为了淋雨而出去淋雨，然后结果路人以为我想不开，就还给我了一把伞。然后后来说，就是小姑娘，要不我陪你走一段路，正好顺路。这也太善良了。对对对，然后。就是我当时还有点慌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总不能说那个就是大哥谢谢你，但是我只是想淋淋雨，不需要伞，就也就感觉又开不了口。我说行行行，谢谢。他又真的陪我走了一段路，然后正好又顺路走到了他那边之后，他还把伞给我。哎呀，他说姑娘你拿走吧，别淋着了。
太善良了。我说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后来我当时他说我留下那把伞。太善良了，你怎么就能遇见这么善良的人？你也会遇到。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过。你下次出去淋雨告诉我。告诉我，你在这蹲着。我去找你。我去蹲个点儿。你 OK 了吧？我 OK 了，我走了。行，你把头发吹一下再走。哦，我哥要走了。你要走了？嗯，我走了。你干啥去啊？回剧组练舞。他今天得先走，他那边实在来不及了，要杀青，赶着全组人在等他呢。对，他现在太重要，主要是快去吧。但你走了，我们这边也没有主心骨了，就。对啊。哎，别。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我们的感受呢？考虑了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怎么忍心？你怎么好意思呢？他们说本来提前两天叫我走。你已经考虑完了，就是多给我们一天了已经。对，我是他们实在是本来要两天。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你心目中只能多一天。不是，那我不走了也行是吧？你看看，你这还是能商量的吗？不是，是我自己做决定。快去吹头发，吹头发吧。嗯，好嘞。反正真好意思去吹是吧？啊，去。顺便，鹏鹏，那个把胡子刮刮啊。好。那我走了，妹妹，何老师，拜拜。你把戏拍好啊。你小心你的脚。好。别再受伤了。基本上不可能了，我这辈子都会小心我的右脚的。左脚也小心一下吧，我们会想念你的。嗯，走了，那我去吧，拜拜，去吧，拜拜。和我好好拍啊，好，别回来了啊。别逞强啊。啊，对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我知道，啊，走了，别逞强，拜拜，拜拜，祝平安。妹妹，把这放在冰箱里去。好嘞，来，让雪晴。没事，来，可以。雪晴喜欢吃什么呀？我呀，吃肉。嗯。大骨棒。嗯。大酱，酱大骨。嗯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就是吃肉，菜也吃，偶尔。偶尔是吧？也吃。我给你弄个红烧肉吃啊。可以。鲍鱼是要跟红烧肉一起做吗？对啊。哎呀，老霸道了。那可不咋的。再放俩蛋呢。可以啊。哎，对，我就做一大份蛋鲍鱼红烧肉。哎呀，对，那巨好吃。就大米饭。我蛋先煮了，刚才鸡好像又下蛋了。是吗？拿了没？就下蛋，一心快躲起来，他们又去拿蛋了，不然又找你，快躲起来。拿蛋要咋的？得去鸡蛋，去鸡窝里面拿。你要去吗？我可以去啊。哎，雪晴想拿蛋，我来，在那屋里边是吧？在那筐里边，他应该趴在那儿，是不是？他看着是不是趴窝里边有？哎、这个，来。哎，大哥，没有蛋呢。底下没有吗？趴在那儿呢。没有，啊，有。来吧，哥，起来吧。哎呀，起。有几个？四个。哎呀，完了，碎一个。这个赶紧就打起来。你等会儿，我给你个碗啊。这雪琴直接把那鸡肉给抱出来了，给扔边了。真的假的？太厉害了，太老实了，咱这鸡。这人和人真的很不一样啊。对，有的人怕得要死，有的人把那鸡抱出来，说：“哎，你给我让让地儿，把那鸡。”哎，他俩就再也不回来了，啊？他们是还在钓鱼吗？对，他俩应该还在船上呢。他俩觉得在船上他们就不用下了，就赖着不回来。啊，没有输。
没有人，好宁静啊，好快乐啊，真的是来向往生活最快乐的时刻。哎，哥，哥，咱们在哪儿？回去走。我们连续失败两次了，真好。哎，可以啊，呵，哎呦，可以。我好后悔出来。喝，陈喝，喝，呼！一样，快跳上去，快！呼！抓着绳儿，绳儿，绳儿，抓着船，啥玩意儿啊？哎！自己走了，你下船了，逃跑！来吧，失败了。居然失败了，为什么要说居然呢？怎么可能成功呢？说什么居然？哎，怎么会这么惨啊？居然失败了，这绳很沉的。哎，你回来了，钓了几条鱼啊？钓了几条？放弃了。所以有钓到鱼吗？鱼什么鱼？我觉得你们干什么都是放弃，最后干哪个都放弃。哎，那别钓鱼了，做点别的事儿呗。咱们钉四个小板凳。对，哥，这简单，这你来，你能干。你做四个小板凳还不容易吗？我你没见我钉那狗笼子吗？你忘了那个狗笼子了吗，黄老师？我不能。我真的不行了，黄老师，黄老师，我今天是，我现在是非常严肃的，我不是不尊重你啊，我是真的不行了。哇，这是湿了是为什么？嗯，不知道哎，为什么湿了呢？难道说？是吗？不是吧？确定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是他们吗？不会吧？刚才狗有进来吗？没有啊。我在的时候好像狗没有，这有狗的脚印啊，你看，那就很难讲了。不难讲了，裂开了。房间里有一泡狗尿啊，我踩到了，在张艺兴的旁边。我太衰了。是有狗尿了，我不知道，他们说是狗，但我不确定了。我，你觉得是吗？是，没有，又不好意思问。也没事，狗就狗吧，反正我也不睡地上。哦，是的，好像是。你自己养狗是吧？养，看我家狗。不在家里上厕所。你狗是过是会去厕所上的那种吗？不，我们定时遛它，但是它也出现过那种意外，就是没憋住什么的，但基本上没什么。那还是教育的很好啊。我觉得可以了，就这样吧。
你知道我上次来向往的生活被骂的最无厘头的一条是什么吗？嗯，我朋友截图给我，我就躺在这儿，嗯，我就穿的是这个袜子，然后弹幕给的人说，李诞连袜子都那么丑。我这次还特意都穿上了，一个勤劳的脚上的袜子，它就不丑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太难了。雪琴，真的得做点啥，因为明天不就撤了吗？你不然播啥呢？对呀，不是播，我就在这儿享受生活，享受生活。你整点啥，快！真的，你在这儿跟我俩窝着，我俩躺着都行。这是我们争取来的短暂休息的权利。你在这坐着，你要我没有活，你晃两圈，找点活。没有活干，我跟你学的，咱俩都不是一脉相承。你找点活，你马上就有活了。我没有活干。你这溜达，你在黄老师面前你晃，你马上就有活了。黄老师活王。我能有啥事儿干呀？我要不我把这个桌子收拾收拾啥的呢？妹妹，你给安排一个活。妹妹，没啥事。你看看，那把中午碗洗了。洗完了。小心，你去把那羊洗了吧。我把羊洗了。羊洗个澡啊？对不对？是真没有，是真找不着正经活了。你把鸡洗了。鸡不下着雨，它不就洗了吗？稍微的找个活，你坐俩椅子，咱们就还是朋友。实话实说，你不干点啥，我真是太难受了。雪琴，求你了，你快点，你不去我浑身都浑身难受。雪琴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当安慰了我的心情，你干点啥吧。十秒钟。到厨房帮帮忙你。还有五秒了，你真的赶紧去晃一下。三二，弹幕走。雪琴，雪琴比李诞还难，比雪琴，雪琴比陈赫还难。啊，对陈赫李诞路转粉。香的美。快，雪琴你快去帮帮黄老师。真的、哎、我的妈呀，黄老师，你还敢这么叫，你这简直是黄老师。黄，哎呀，黄老师，我去哪儿坐板凳啊？他们说我再不坐板凳我就要那不行了。这就在这儿工具房，你可以问何老师弄电锯什么的。行，老妹儿走。老妹儿，你俩真不行，还有老妹儿，真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为了他们两个的这个心理感受，我好付出了好大的辛苦啊。我为什么要照顾你们俩的情绪？听到叮当响起来的时候，我就舒服了，就开心了，对，就是听到就你们做成功过吗？板凳很简单，其实我们还做过床呢。而且那你是会做板凳的对吗？我是不太会的。你会？我不如再搜一个。这咋用啊？稍等我一下啊。姐姐这个不是使用一个。哎呦，我看不懂。你这个图太复杂了。哇，这个桌就是用一块木板做的椅子。你咱就别学这高难度的了，还用一块木头。你这不就是两个，咱们就是没有必要，你知道吧。老妹儿，咱们属实是没有必要学这种高难度的。你别扯了，我跟你说，咱俩呀就把这个锯到这儿，把这个锯两半，完一就夸四个就做了嘛。应该可以吧。
咱俩就直接用这个吧，这个把这个摘下来不就完了吗？我看有啥工具能把它整。哎呀，妈呀，这不行啊！就把这个，哎，你看，又完事儿的玩意儿了，这对不？哎呦，看可以，他俩一百长。他俩才不一般长，这谁盯的？我是不是得就是咋用啊？哎呀，还是咱俩还用那个吧。行。你就只就你确定你知道这玩意儿咋用是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藏哪呀？这不得上那边插？这儿。可以插上了啊。你插上了是吧？你会用这玩意儿吗？稍等我一下啊。我们不如把它先拔下来再放上去吧。完呢？安全最重要。我看一下啊。哎，你小心啊。嗯。对，可以不？好。你小心点啊，完了。还没插电。还没开关。按了，完了。哦，好了。这也太吓人了，这玩意儿啊，这也太，这谁能受了啊？我其实我知道了，可以了，你下一个你别整了。嗯，好，开开了，关了，开开了。黄老师，哎，你们买小木屋送的绿植给你们送过来了啊？还送绿植？对啊，买木屋送绿植啊，都运过来了。都运过来了。来活了。别动。Warning。来活了。没活。就是他们买木屋送了点绿植在这儿，让咱给拿进来。不要了。他都给运来了，多不多？不是很多。正好咱这摆着，正好这儿也没啥植物，给摆着好看点，留点植物在这儿。蛋蛋，你俩去给拿进来这几盆花。或者挺，赫赫的这个自觉性很高，我跟你讲。面子条件反射了。一听外头有动静，就觉得要干活，腾就起来了，就练出来了。去哪里了？拿绿植？等会儿去。先坐，跟着一起懒一下。对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对了。一星，你看你还是开窍，你这样就多舒服，这样。对呀、啊。你这一天这多开心，你说是不是？上蹿下跳，你多累呀、啊。是不是爽的？我们一会儿让人拿啊。哎。真的跟警犬一样，都疯了，太像警犬了。这咋办呢？这是，哎呀，站起来真的啊！你看一眼多不多？需不需要我？行不，哥，满意不？没有咔就弄都开起来了，咔完了，
咔完了吗？咔完了、哎，没听见啊！你可沉浸在自己的快乐里了。哇，好多！李诞，李诞，来了来了，这可不是一般人类可以做到的。哥，咱不是几盆花吗？这可不是几盆花，很多花哎。这没多少吧？这几盆花有多少？那里面有多少土，你知道吗？那一盆，那挺好看的呀，拿起来吧。现在是去了吗，哥？来吧。你真的要去了吗？看一眼嘛，那咋办嘛？我先拿两个温柔的包，简直就是开玩笑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个也搬不动。师傅，外面那两个三个大的太重了，他如果三个人一起有可能，但是他那个土他得抬着进来，那土会出来吧？不会吧，他不是在盆里吗？是啊，但是那三个人这样抓着那个盆儿抓不住吗？抓不住他跑滑滑是吧，那拿个筐就好了，我要给拿进来了呢。 No， 黄老师算了吧好吗？我去看一眼。你别了，咱们就不要了。人家做的东西都来了，咱们就不要了。我看看，父亲，我这算了吧，父亲，不要了好吗，父亲？哎呀，我别想着腰啊，还是真的很重。对我们好像都没有一个好腰啊。这个是吗？这不就拿起来了吗？哇，咋拿的呀，师傅？这有什么问题呢？哇，这个太猛了，那两个人应该能提起来。来吧，谁跟我一起抬一盆吧？一二三，你们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蛋蛋来，咱俩拿这个过来。来，我去拿那个。看来师傅累了。这哪有那么沉呀、啊？这不是我自己都能叮到这儿来。我开心了，说明黄老师还是人。你50斤，那扣子里边。扣里边有手扣。有，走。我的两只手，我给你们。一二走。啊！这沉吗？结果，我们给他脆了吧？都已经到这儿了，来都来了。啊！为什么？把那几个拿进来吧，小的，不就剩小的了吗？啊，咱们再把那个树也要拿进来啊，没有必要吧？你们没事送这么多破玩意儿干啥？我不喜欢花。啊啊！歇会儿啊。太疼了。累吗？啊，累吗？腰托都犯了，哥。这个主要是累腰。你搬个凳呗。有凳我还坐那干啥？我你真有意思，你我。哎，不用，何老师。哎呀，何老师。没事儿。别，就是感觉我们做这个活没有啥意思了，就有意思。何老师给你搬椅子，你还得再多做4个。我感觉也是。我不是那种人。是这样的。这样行不行？我们仨一起再做3个。
区别，区别挺大，确实是。好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哎呦，我这老腰，行不？多少有点，就瓢点就瓢点吧。瓢就不会瓢了，这怎么可能会瓢呢？就会往前来回晃、哦。稳的，稳的，你看，超稳的。那你们做美化吧。好。咱不是追求这种原木风格吗，何老师？我就觉得怕拉屁股，那你就磨它一下。哦、对，我知道了，就是拉屁股。我拿大力胶把它粘上。你俩设计一下呗，怎么弄？我们从头开始粘吧，先把这块粘上。粘得上吗？粘得上啊。嗯。哎。底下。对。对呀、啊，这大力胶吗？怎么样？对，大力胶。就粘呗，就是哎，你看。这美的呀。就是呢。这好看呢。就是呢。真好看。那可。整个蘑菇最亮的灯。这太漂亮了吧，看这真挺漂亮的。哇，做真好哎。何老师跟你那个条条衣服好好配哦。哎呦，跟何老师好。跟何老师融为真融为一体了。为什么跟你的衣服这么搭呢？他们说这样就不会有人吐槽他们的审美了。敢不敢？你敢吗？非常好，来吧，那我就直接放一半就行了。推一点，推一点点。好 ，OK， 给。感觉一直在工地。太苦了。而且你还离那么近，造不造？精神上、身体上、噪音上的攻击。关键雪琴在这津津有味的。雪琴，你整点那大开大合的。大开大合的，你这中规中矩，没啥意思。我刚贴上膏药，我现在屁股巨凉。哎，你这笋怎么就一颗呢？还有笋呢？就这一颗？在那个桌上。啊，在那个台子上，给拿过来吧。那尖不能要吗？尖不能要，硬的呀。笋尖啊？你太硬了。你没吃过笋尖吗？这么硬怎么吃啊？好直观哦。对呀、啊，这可以了吧？不可以，这样这么小啊？对啊，那就没啥了呀。不会一会儿还要挖吧？被这节目逼疯了。你俩就强行找一个搬笋这个工作，不是挖包笋的工作，就是赖在这儿是吧？今天谁也不可能让我再搬任何重物了、啊，不好使。一星，你别看你比陈赫比咱们壮啊，他没有力气。为什么呢？他从来不用力气呗。他要践踏你的尊严。就搬完还要践踏你，说因为你没力气，从来不用力，就这样搬。我吃这个皮儿可以，我吃这个。真好看。Right？ 可以，够用了，何老师。绝对可以，够用了。哇哦！多好看！
多好看！哇哦，哇哦！咱们仨，你要自拍 vlog 吗？嚯，这腰！哎呀，这腰！好看，这个比刚那个好看。这是三个人的结果，这好看。大家一起齐心协力。哎，这个椅子坐的好看，它斜着的好看。对。赫赫，我先给你换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想给这个再加个边儿。谢谢啊，坐坐。哥，嗯，你缓缓来，咱们打个秤，打个秤。你这凳咋这样的呢？这个我们刚做的过关啊！你是你问我这凳子怎么行行行，知道了知道，我们接受接受接受，我们接受。哥，你坐一下。啊？你这回你再坐一下来，感受一下，来。行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你就坐这个，而且这底盘低，没问题啊。OK， 好。你在这纯等吃饭呢呗？闭嘴！对我好点吧，我真是要死了。好的，哥，走。你对我好的方式特别简单，搬一份花。什么样的花啊？我问你去。没有花，啥都没有。我必须弹一会儿，我现在真不行。人真的没了。哎呦，我要给你们做一个特仑苏奶茶，好吗？我想喝。哎，很浓哎。嗯，特仑苏每100毫升里面啊有3.8克的蛋白，含量特别高，而且它奶味特别浓郁，这个做饮品啊甜品啊都是最好的选择。特仑苏沙漠有机奶，这可是来自于沙漠绿洲的有机味道。嚯，挺好看的。好香啊。确实很香。哎呦，好喝耶，真的很好喝。这一星的那个是蛋总。蛋总啊，给你做了下午茶。感谢，我马上来。不用，你就躺在那儿，给你送到你嘴边。别，我给你送了，你别动。蛋蛋，你也抬不动树，你也干不了活，来。别呀！哎呀！红茶撞奶。别呀！这是蛋总。蛋总给他送到嘴边，送到嘴喂他喝啊。我给你们跪下了。别，你趴着，你腰尾巴不行，你趴着趴着，真没事。啊！太疼了。张艺兴又去侮辱他了，看见没有？你太厉害了，艺兴！来都来了，闲着就闲着，闲着不好吗？闲着不是很好吗？赫赫，嗯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小朋友学习，你辅导会不会是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？相当重要，相当重要，相当重要。嗯，那你有什么妙招吗？或者我给你推荐一个妙招？可以啊，
那就是我们的作业帮直播课。你哦，这个我老听说了，无数次的听说过。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呢，是你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，是他呢有一个这个模式，他是由主讲老师直播授课，然后再由辅导老师呢课后答疑，等于就是有两个老师盯着这孩子来辅导他，所以家长就怎么样？特别省心呢，就比较省心，太省心了。对，而且呢，他因为他有三亿题库，所以呢，他可以把很多的解题的妙招提炼出来。OK， 所以呢，有了作业帮直播课呢，就是解决孩子的这个学习问题，孩子是没有烦恼的。准备做饭，我先把料都备好。雪琴，哎，黄老师，你帮我包点蒜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大蒜在那个妹妹告诉上。好嘞，姐姐。这三头全得包了呢。黄老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我要怎么才能说好普通话呢？这个问题你问的真的。我觉着其实你能听得出什么是普通话和什么是东北方言的。对，但是我听不出我自己说的。你看这句话就是。我听不出我自己说的，不是我听不出我自己说的，我听不出我自己说的，对，我听不出我自己说的，哎，对，这就好很多了。哦哟，他东北话最难改，是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距离他北方太近了，对他，所以他反而不容易改，对，调不过来，我们普通话太差了。来一瓶特仑苏沙漠有机奶，特别好喝。来，奶香浓郁。我准备把它再往我的茶里倒一下。哎，可以，因为这个很好喝。老妹儿啊！啊！老妹儿啊！雪琴。哎，妹妹。妹妹。别妹儿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妹妹。妹妹不亲切。你说老妹儿多亲切，那你就别改。不是，我就是想着，就是可以叫她老妹妹。何老师，哎，完了要帮我弄米饭喽。我现在来了，还是蒸脖子饭是吧 ？No。这我们在集上买的米。哦。我们让那个我们家那个。一星啊啊，没事儿哦，都是警犬，听到自己名字就啊，全都训成警犬，都训练有素，一听啊，那黄老师，那没有棚户，这大火怎么生？我怎么蒸饭呀？这个火星人这个集成灶，蒸烤一体，火星人集成灶，120度的这个快速蒸。补水式的这种蒸汽烤，快蒸嫩烤，30分钟可以做8个菜，这倒蛮方便的啊。开蒸，好，开整，来了啊，你可以在我旁边煎牛排了。要搞这个辣椒炒肉，鱼巴巴，肉巴巴。哇，你们俩好酷，两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。对呀、啊，师徒二人，好幸福呀！真的是。你看他了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偷看他的？啊，我这个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那我给你洗个碗，给你装出来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就整盘端。哦，对，这个好，这个帅，这个帅。然后拿个木头盖子，好好好好好，好，加点东西进来，漂亮一点，对，漂亮，好，关掉火就好了。黄老师，哎，鹏仔，他说我好想念大龙虾，好想念你们。我说大龙虾我们退掉换冷货肉，他说咋的了？我就拍了一个给他，他发了4个字：我的天，
亏。炒个菠菜。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个太香了。这一只大螃蟹，让它翻个个子，长漂亮。那更漂亮，是不是？好嘞，打完收工，走。哎呀，太香了，我的天！烩的太全了。我们这红烧肉是个大菜，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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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香味，我的个天，精彩！开整吧，好，来吧，来，欢迎雪芹啊，谢谢，欢迎雪芹，谢谢，欢迎雪芹，欢迎雪芹，欢迎赫赫和蛋蛋，今天人设崩塌，没他没他们，我没他没他没他非常好。话不多说，开动，开灶，开灶，耶！黄老师，谢谢黄老师，谢谢黄老师，开整开吃。嗯，香香香香香。哇，爆油！一听这牛排做的太可以了，要个命了！这个，目前为止妹妹一句话没说，因为太好吃了。这红烧肉，我天哪，又吃疯了。为什么现在的客人们都坐在外边，以前我们都把大家围在中间啊？我能上桌吃饭已经很高兴了。尾椎都为我们受伤了，你都骨裂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？这一盆你一定要记住，嗯，就是骨裂的这一盆。蛋蛋来，咱俩拿这个过来。啊，我去拿那个。这沉吗？何老师，你是摆哪儿呢？嚯，咱找一个好看的地儿摆着。咱先放下思考，好不好？咱们放下思考，先搁这儿，一会儿你们再设计。从这边呗，这块来，带走。就裂在这一盆上，我最后崩溃就崩溃在这一盆上。然后这盆呢，他们仨就进来说，黄老师真的三个人都他拿不动，我就出去了，我就拿手一滴着滴着，我就走，往里走，太沉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在前面猛走，我完全不是我的步速，我就整个人都不知道怎么用劲了。他不放哪，黄老师放哪儿？黄老师你看这放哪儿？我说咱们先放下不好吗？我的天哪，这整个崩溃了，裂了，裂开了，整个裂开了。你吃完了没了？完了没了，就剩一点点苦瓜了。现在太狠了，而且我跟陈赫还在吃，疯了，跟没吃过饭一样这两天。什么呀，就是吃完了。我天哪，疯了，我在干啥呀？没见过吃的。吃饱一会儿把外边的几个书拿进来啊，吃饱一会儿把外边的几个书拿进来啊。好了，算了，逗你玩呢。不会的，不会这么对你的。整个心脏差点骤停了。头风你这脑瓜子嗡嗡的吧，从那个最快乐的顶点头发啪这一半啪全掉下来了。哎呀，咱们明天早上起来，陈赫白了我一眼。
还起啊？您要玩个游戏，大家醒了之后，不要吵醒身边的其他人，悄悄的离开。那就放那起床歌。太可怕了，那个歌我真是脏话到这儿，一想啊，在录节目。你们俩的第一个动作都是伸手。啥呢？那是啥呢？有首歌叫起床歌，但是你这儿歌啊，小孩就咱们听觉得这啥，那小孩就觉得太好听了。你给他听别的歌他觉得不好听，他觉得当当当当，他要节奏简单，旋律简单，同时还要有一个嗨点。哎，原来就是陈赫吧。想去哪儿玩说走就走，真的不是凡尔赛。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吗？现在扫描特伦苏活动装产品箱内奖卡上二维码，就有机会赢旅游基金大奖，听说还能绿化沙漠，在线云养牛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吧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淘宝买菜，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直播课上作业帮，好成绩有人帮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七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，七猫免费小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Keep APP， 上 Keep 轻松运动，过向往的生活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下节更精彩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伦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淘宝买菜，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直播课上作业帮，好成绩有人帮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七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，七猫免费小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Keep APP， 上 Keep 轻松运动，过向往的生活。有首歌叫起床歌，但是你这儿歌啊，小孩就咱们听觉得这啥，那小孩就觉得太好听了。你给他听别的歌他觉得不好听，他觉得当当当当，他要节奏简单，旋律简单，同时还要有一个嗨点。哎，原来就是陈赫吧，数鸭歌。哎，是陈赫，陈赫的舅舅姓我舅舅、哦、对对对对对。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然后我们那天就说为什么是二四六七八，我们讨论了好久，不知道。问了陈赫，我问了我舅，他说随便，他就这样上口就这么说。为了押韵吗？那你可三四六七八不也行？确实，你现在唱别的任何一个都不舒服。对，二四六十五。哎呦，真的难受，对吧？你就听到这，你一定要最后盖个二四六七八才舒服。二四六七八，对。但赫赫，你舅舅这个歌，这绝对普及，这、啊，那没有不会唱这歌的人。所有小孩都会唱数鸭歌，而为什么没有数鸡歌呢？做一首。门前大桥下走过一群鸡。不行，不能大桥下了，因为下是跟鸭的。那叫上啊。门前大桥上走过一群。上跟鸡也不一样，应该是门前大桥里有个大桥里。大桥里。大桥西，大桥西可以。大桥西，对。门前大桥西走过一群鸡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一三五六七。然后后边什么词啊？咕嘎咕嘎，鸡做鸭。鸡，咱们叫儿啊。儿啊。咕咕哒，咕咕咕哒，咕咕哒，怎么怎么怎么？真呀，真多呀。咯咯哒，咯咯哒，数得真着急，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只鸡，数不清到底有多少鸡。漂亮。好，来，再一遍啊！真的真着急，预备起。门前大桥西，走过一群鸡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一三五六七。咯咯哒，咯咯哒，数得真着急，数不清到底有多少鸡，数不清到底有多少鸡。版权是跟舅舅姐对吧？可以管他呢。我
那鸡的都唱了，不如唱个狗的嘛。好，门前大水沟走过一群狗，快来快来数数。我觉得可以，那个也可以，用广东话说八七八九那个变成狗是吧？快来快来数一数家三彩狗，汪汪汪汪，数的每个狗，数不清到底多少狗，数不清到底有多少狗，太像骂人，可以啥？对，安和安嘛，想剃个秃头，哎，有没有台盲？台盲没有啊。你台盲没有，你开什么仓库呀？啊！你这个时候就应该上淘宝，淘宝搜淘宝买菜，嗯，上面什么都有啊。你今天下单，明天自提，特别方便。而且他现在搞活动，台盲才3.99，才3.99啊！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他要了，我自己下。上淘宝买菜，实惠又方便。淘宝买菜提醒您稍后看点。为啥剃头开心呢？上次来就剃过头。对，也是我给他在那剃。一心宝贝儿，一首歌，给你们听一下，我刚弄的。对，听好了吗，师傅？好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淘宝买菜，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直播课上作业帮，好成绩有人帮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七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，七猫免费小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Keep APP， 上 Keep 轻松运动，过向往的生活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下节更精彩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伦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《向往的生活》指定拍摄场地：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湖南常德桃花源。《向往的生活》霸爽美味观螺霸王，可以喝汤的螺蛳粉，嗦粉喝汤就是爽。《向往的生活》指定用油道道泉，油酸高达75%，道道泉高油酸菜籽油。《向往的生活》指定产品：火星人级成灶大师级蒸烤一体机。向往的生活台网甄选绿源电动车，绿源液冷电动车持久续航保用6年。向往的生活台网甄选17光年国酒谷味浓零添加，美美好时光。数不清到底多少狗，数不清到底有多少狗，太像骂人。可以啥？剃个秃头，你剪我给你剪了呗。黄老师，唯一就这儿有个小伤口。没事，我不会碰你伤口。开心？又剃上了，开心。上次来就剃过头。对，也是我给他蛋蛋剃。为啥剃头开心呢？清爽，舒服呀。舒服。啊。这个秃头挺开心，挺舒服的。黄老师干活真的太细了，我能完全感觉到他的用心。那必须的，非常完美的。谢谢黄老师。你去洗个澡吧。我洗澡去了。你去洗个澡。好好好看，哎，他利索，特利。洗澡喽。洗澡，洗澡澡。一心宝贝儿，一首歌，给你们听一下，我刚弄的。对，太好了，这首歌太适合暑假了。哎呀，有个才华，真是太幸福了，真是。一心真喜欢音乐，可以暑假用。这么舒服呀？嗯。今天就是一天的向往的生活吧。对，对自己好一点儿。听一下我做的这首歌。好，爵士音乐。你就今天下午在这捣鼓捣鼓捣鼓搞的这个，对，这什么做音乐的一个软件是吧？
爵士音乐。准备好了吗，师傅？好，准备好了。哇哦！哦，这我可以。可以。有点意思吗，师傅？很好，怎么这么短？刚做，今天早上到现在没有太长时间。一心，你这个编曲是自学的还是跟老师学的？我一开始是我第一次给我装这个软件的人是刘宪华了 ，Henry 了。Henry 帮你装的？对，然后 Henry 帮我装了以后人就走了，他就让我自己搞，然后我就自己搞了一阵，然后就学会了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淘宝买菜，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直播课上作业帮，好成绩有人帮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七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，七猫免费小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Keep APP， 上 Keep 轻松运动，过向往的生活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下节更精彩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。上淘宝买菜，实惠又方便。淘宝买菜提醒您下期看点。放起来了，风筝飞起来了，到了桃花源仙境。多么没想到它有这种环节！要什么马尔代夫？有一个惊喜给你们，藏的好刁钻呀！目前没有找到，找到一个啊，又找到一个，哇，找到一个，难受，想哭。天都在下着雨，只好躲在屋里吹牛皮，想吹牛皮，打木屋喽，开整。老腰快不行了，怎么没人吗？哎呦，我的两个姐姐呀！我给你们洗一下。哎呀，自己来吧，自己来。怎么能让你呢？家里来了几个爱干活的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芒果 TV， 登录芒果 TV APP， 线上助力蘑菇屋，种树营周边。我也能说长沙普通话，硕普。而且我讲长沙普通话的时候，我自己根本不会觉得我自己很别扭，我会觉得特别的放松，特别的舒服，而且我一点都没有什么平翘舌的问题。我上次演小王子，我可浪漫的一个亮相了，就是在一个硕大的星球，我自己一个人孤独的转身，然后我就说，今天我看了四十四次日落啊，四十四次是不是不容易？四十四次日落，他们有人在帮我统计，在帮我画正字，给我要给我扣钱，观众要给我扣钱。四十四次日落，真的不好说。今天我看了四十四次日落，今天我看了四十四次日落，看了人家。妹妹口条。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租车司机崔腿粗师傅，在44棵喜色柿子树下除粗除笋。我只错了一个字，我可以了。蛋总来，我们 PK。走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租车司机崔腿粗师傅，在44棵紫色柿子树下，紫色柿子树下除粗竹笋，在44棵紫色柿子树下除粗竹笋，已经很棒了，妹妹。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租车司机崔腿粗先生，师傅，崔腿粗师傅，在十四棵紫色柿子树，谁吃啊？真是的。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租车司机崔腿粗师傅，在44棵紫色柿子树下，疯了，都疯了。没有一个正常的。柿子树下。